吉隆坡建设大学，简称建大，是马来西亚第一所建筑大学，创立于1998年，至今已为多个科系的学生提供了超过20年的高质量教育。建大开设的所有课程皆取得了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以及国家学术资格鉴定机构 MQA 的批准和认可。建大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通过建大的团队与其创始人拿督司里张吉平日积月累的努力与坚持所取得的成果。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Potasco group of companies, which is engineering and infrastructure based, I'm proud that IUK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nation building. Nowadays, we understand that students are no longer interested to come to university just to learn. So we provide ecosystem that can make their life more happy in the sense that whenever they finish their courses, they can easily contribute back to the society. 是的，没错，建大的使命是带领学生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的成功最终也将造福于社会。来看看建大的学生中心，这是一个专门让学生进行娱乐活动和社交生活的空间。即便学生毕业以后，建大仍会继续支持与关注毕业生的发展，关注他们的成就。建大建立了一个拥有来自60个国家近9000名毕业生的全球网络。此外，作为一间具有高达94%就业率，并与全球超过80家企业保持产业联系的大学，建大的毕业生必定能在短时间内成功求职。简而言之，透过在建大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得以训练思维模式，磨练实用技能，增进社交能力。建大，建设您的未来。 IUKL